主料：老豆腐25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红辣椒油、熟白芝麻、葱、大蒜、生姜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老豆腐一块，切成三角形或者长方形，烧一锅热油到六成热，放豆腐进去炸，炸到金黄色出锅。大蒜、生姜、葱切碎，放酱油、醋拌匀，撒上熟白芝麻、红辣椒面、葱花，浇上一勺炸豆腐的油即可。拌匀就做好了香香的蘸酱，炸好的豆果蘸上酱，真是太好吃了。烹饪技巧一定要是老豆腐丢，水豆腐的水分太多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